这试卷，我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做一个学渣真可怜，这题让人很讨厌，别设计那些难点。有经验，我考试基本都抄旁边，智商从来不在线，脑袋总是不来电，考试基本全考验。我希望你出题方式再简单一点，再逼一个最渣的学生即兴表演。考试时候我们开始充满了厌倦，翻来英语的试卷却只能大眼瞪小眼。怪你曾经沉迷游戏，干嘛从不学习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做回这题？希望学渣放下手机后去认真努力，好好学习。